咱们来一个爱情歌曲吧。嗯，行。咱来一个现在比较火的《因为爱情》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听清那是我们的爱情。虽然已经是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有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啊！现场这么多的观众，还有我们的三位裁判老师，众多的百姓达人和大批的德云弟子的注视之下，没错，一对新人在我们辽宁卫视有婚好好节节目当中见面了。所以说，我们送去一份祝福，希望他们幸福。比赛终究是比赛啊，这个说几句玩笑话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请裁判表点评一下，施先生，您觉得刚才这合唱怎么样？啊，刚才由于开玩笑，俩人都不好意思了，又都好像唱起来就不如头一首歌唱的那么好了，有点紧张，可能失误羞涩了。嗨，什么羞涩，这开玩笑，你当真了？我这人实在。所以感觉合作的还不错，但是发挥的就没有两个人头一首歌那么精彩了。嗯，好，略有偏颇了哈。伍周彤老师，伍先生不光是音乐人，还是出色的婚恋专家。其实刚才那一段的话唱的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那种感觉的话，哎，让我们觉得哎好像真的要会发生什么。好，谢谢吴老师啊。哪位？我觉得他们挺好的，这一对挺好的。来，接下来请我们三位裁判，我们一个一个打。哦，这轮我先举。好极了，来，我们请，哦，那位老师支持的是德云。好，达人，关键在伍周彤老师吗？最后一票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恭喜张鹤伦吧啊！今天这个情场失意，但是赛场得意啊，都得到了一面旗子。希望张敏在今后的日子里边多看电视剧片头，多唱歌，争取早日找到你的男朋友，好吗？哎，谢谢你，张鹤伦，扛着你的旗子回去吧。